自学特效剪辑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过程，前面学习的内容，隔天已经忘记大半是常态。尤其是自己再不亲自做一遍的话，三天就会遗忘。人太爱忘记了，所以我想把我学习的过程以 vlog 的形式记录下来。也许你认为我是在发教学视频，不，我是在学习。学习后还能再讲出来，才是学有所成的标志。自学中，有和我同样感觉或兴趣的朋友，请你点击订阅，投出支持我的一票。